三千多年以前，古人认为太阳之所以会升起降落，是因为神鸟负载着太阳活动，于是便留下了金乌覆日的传说。千年之后，随着金沙遗址在成都的发现，象征自由、美好、团结以及对太阳崇拜的绝世珍品太阳神鸟文物终于重见天日。这件含金量高达94.2%、厚度仅为0.2毫米的金博士，不仅体现了古蜀人对生命和永恒的讴歌，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先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大家来到成都的金沙遗址博物馆，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四位朋友，欢迎大靖、苏醒，欢迎张静怡，欢迎韩哥，欢迎韩哥，欢迎欢迎！恭喜有两队的成员找到了文物，就他。刚才大家在我们陈列馆找到的这件文物，就是金沙遗址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太阳神鸟金饰。哦，有一些成员还没有看到，它的周围有四只像鸟一样的造型，代表的就是神鸟，在古代我们叫它金乌。中间延伸开来的造型代表的是太阳。这件太阳神鸟的文物在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的地上和头顶都是这件文物的造型啊。而如今太阳神鸟不仅是博物馆中的文物，也是有温度的城市符号。成都将太阳神鸟刻进了城市的 DNA 之中，并选择它作为了成都的市标，像在公园、广场、地铁、立交桥、高楼大厦之间都能看到太阳神鸟的踪迹。今天我们就要顺着城市里的太阳神鸟踪迹进行一场城市追击战。妈呀，这么大的地方，找到太阳神鸟这件文物的两队，你们就是今天的神鸟队，没有找到这件文物的那一队就是追击队。我们要追他们。哦，你追我们啊，追我们，他们追我们，对，好累啊。神鸟队的各位成员就是要躲避追捕，最终神鸟队的八位当中，只要有一位能够点亮你们手中的这个图腾道具，神鸟队的成员就获胜。追击队成员的任务就是要将神鸟队的所有成员全部抓住，才可以获得胜利。全部抓住？我们四个要抓八个人，每个人抓两个人。我车都叫好了，一会儿你们叫车我就跑。哇，太可怕了吧！但是在整个追击过程当中，有一条非常重要的规则，就是神鸟队的成员一旦被追击队抓住之后，就变成我们的人了。是的，你们的立场立刻发生改变，就变成了追击队的成员。别抓我，抓到我我自己会自尽的。绝不叛变。最终获胜队的成员可以获得纯金的太阳神鸟标记的奖品。哇，奖呀！神鸟队的所有成员，你们的名牌会被换成金名牌，并且会有两个金色的臂章，高级化身金乌了。当你一旦被抓住之后，你的名牌就会被换回普通名牌。羡慕了。接下来的任务也将直接决定追击队的追捕难度。哦，所以下一项任务大家都要加油了。但最终不论哪一方获胜，我们都会为大家揭晓太阳神鸟传承至今的秘密。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追击队和神鸟队之间的对抗。换新美味，分享美好，一起安慕希。我们要
要最快速度完成这个任务。见到李晨什么不管就跑。快快快，逮人计划收网行动来了，跑跑走，跑坐车跑，快走，他来了。他们太快了，跑不了跑不了。啊，这跑路，这才是名副其实的跑男，奔跑吧！这干嘛呀？这是怎么这么大的道具哟？这啥？这荡吗？荡秋千。妈呀！怎么看起来这么恐怖？妈呀！我去！马上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第一项任务。接下来的这一项任务非常重要，因为它直接决定了追击队要比神鸟队晚出发多少时间。哦，就越晚对咱们越好呗。嗯，对，所以这项任务非常重要，请来领取任务卡。晚出发一期，漂亮，你是他们队的吧？飞翔吧神鸟，一队成员依次借助绳子飞跃到柱子上，飞跃过程中落地视为淘汰；另一队成员依次借助绳子进攻，击落对方的成员并占领柱子，最终在柱子上存活人数更多的队伍获胜。哇塞，这个好难啊！击落是是，击落这两个字听起来很可怕哎。击落，击落，这不晨哥一撞，我们四个人都得下去。他一撞，这五脏六腑都炸了都。晨哥跟打保龄球一样。Match number two。然后追击队要分别跟两只神鸟队进行比拼，我们最后看总的积分。就可劲儿累我们一组，就把我们累到那个一点劲儿都没有，追不动。万一我们要是赢了一个同时出发呢？那不还玩吗？同时出发，周深一把就把我抓住了。你们组先来吧，我们先来吗？你们先来，你先来。呵，手套跟袜子穿好。我可以先问一下，最差的时间出发当中的那个值是多少？20分钟。如果神鸟队赢了，追击队晚出发20分钟，平局是追击队晚出发10分钟。如果追击队赢了，同时出发。20分钟那就不知道去哪儿了吧？但是20分钟估计都已经到重庆了吧？你们？这能试吗？可以，你可以试一下。你能荡过去吗？你先活动开，白鹿。他都不用热身，感觉这一个一窝就出去了吧。赶紧给大家打个样，打个样。不敢了。从上面，从上面，从上面，从上面荡得远啊。从上面。走。走。啥呀？可以不用玩了，可以了，谢谢谢谢。这样就没了吗？对，这样就被淘汰了。这么残酷吗？太低了。试一下那个，你到那边去吗？但这个不好去啊。斜荡。斜荡。斜着能荡吗？哎呦！哎呦！哇哇！你那个裤裆没破吗？我想问一下。不是，很容易卡裆。很好啊！你别以为很容易。好。先请神鸟队依次出发，站上我们的柱子。鸟队，鸟队，鸟队，来，鸟队，来吧，走，好。
这有点厉害啊，这样打得好，来。哎，你刚才那个不挺好？就用刚才那个吧。你就还来那个，还来那个。你刚才那个完美。好痛啊！我，你接我一下。我接你来。行了，来吧。你叫最近的那个，那个没人儿。那这个我就直接跨过去。对，就拉着绳跨过去就可以了。接下来，请追击队进攻。进攻，进攻的好难，你懂吗？你要把它撞下去。等会儿，我先能把这绳拿过来吗？我不知道，我也撞也不太好撞。谁先啊？你们？森森。但我该怎么撞呢？我觉得你啊，去那儿等于是以卵击石，你知道吗？尤其是像韩庚，你看都已经抠在这儿了，现在已经抠这儿了。轩轩，其实你轻，我们都可以给你助点力。其实，要我们给你发个力吗？把我当成石器是吗？就这样一下给你，就这样一下给你。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哇塞！哇！干啥呢？哇！哎！天哪！干啥呢？一二三，走！沈星，抓住他！沈星，把他抓下来！别放手！沈星，别放手！沈星，沈星加油！他被留着了。沈星，不行，咱就回家。不行，再来。不行，再回来。沈星，回来，回来，回来，沈星。接下来，请追击队的另一位成员出战。来吧，陈儿。来吧，陈叔叔。炸弹来了啊！炸弹。你要来呀、啊？那咋整啊？你朝哪边来？你先跟我说。正面。正面。那我过来。哎呀，我去了。咱俩换一个。哎呀，我去了。这样。没你留着，你留着。快出现！快出吧，出吧，快李晨出吧！你们干嘛呢？你们俩干嘛呢？不能动了，推推。不是，现在你不能了，晨哥。啊！所有人站定之后就不能再攻击了。啊！就完了。你占领了一分了，已经。晨哥，你的功能是上去拿一分的吗？有点浪费啊。Yes。晨哥是要去减三分的呀。一二三，哎呀妈呀！静怡，静怡，等会儿，哎呦我的妈！撞车了，来来来来，等会儿，等会儿。第一局，追击队得一分，神鸟队四分。
里面最有攻击力的居然是我。接下来请两队攻守交替，请追击队站上我们的柱子。那我就只能先去远的那个了。哇，感觉他要断了这根绳儿。你走过去就可以了，静怡。哎，漂亮！哇，我叫你。好厉害！好稳哎！空中还倒手呢，我。对，跳起来之后还往出倒了一下。等一等！哇，这怎么攻啊？我天哪！这样，你来这个，我去那个，你俩守这个，我守那个，那就不用搭理他了，那不用搭理。好，接下来请神鸟队进攻，来吧，凯哥。可以的，可以的。去哪儿呢？你就得中间了，你就得中间了，这玩意儿你也动不了。这玩意儿不好动，好动这玩意儿。什么意思？我们俩，我们的命就不是命吗？我给你揉一下，你跳下去。哎呦我！歇会儿。行，感觉在鬼门关里走了一遭是吧？那边不好去，那边不好去。转了一圈，哎，中间怎么李晨还过来了呢？这是发生了什么？再来一次，抓住，加油，加油！一二三，我赢了！我赢了！凯哥。推猛了，卡出一溜沟了。你看看你的行走轨迹。有点猛，使多大劲儿啊？这比我想象中难呢。没，我们这个队友就给大家乐呵乐呵。乐呵，就给大家乐呵乐呵。一二三，我赢了。你要干嘛？为什么？这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走！这什么玩意儿？这是你踩了我出去的结果吗？哎，自己荡过去，荡一下呗。苏军，哎呦！这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不是？哎，想象当中的自己和实际上的自己是不一样的。完了，你们要加油了！我们要加油了。本来是你们能直接把他们拿捏呢，你这把压力现在给我们了。好，那接下来请第二支神鸟队和追击队进行比拼。那接下来请第二支神鸟队和追击队进行比拼。那我们再荡一次。好。你要远一点，陈哥，远一点才能悠过去。你是想让我来一个跟他们一样的效果？不，我真的是远一点才能悠过去。你跳一步，陈哥，远一点，你蹦一下。对，最好空中换个手。哥，你空中收个手。你要表演一下。你一个手，你这样转一圈，完接我，我抓着你脚。你看过那个节目没？你到这儿把我啪一逮，我咔跟你的。我先试一下。哎，想象当中的自己和实际上的自己是不一样的。你想象当中自己好像是泰山。结果一出去 I believe I can fly。 想象当中
中的自己和实际上的自己是不一样的。正常来，正常来，正常来。走，哎呦，好，好，接下来请神鸟队进行攻击。怎么说呢 ，baby 姐这个队起码送我们两分吧，不过分吧，少哥。好，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对，就这样，就这样，好，可以了。救命啊！救命啊！放过我！哇！哇！厉害厉害！耶！深深，太猛了！沙哥起码送我们两分吧，不过分吧？你去哪儿？他把那个奥运场上的眼神给我使出来了，我怎么能不跑？我来吧，我捡个漏。完了，就剩 baby， 我觉得你回那儿吧。好。哎，等会等一下啊，我们让静怡回那边。来，一、那 baby 二、三，走。谢谢。来，一、二、三，走。这个叫非战斗减员，这是什么意思？哥哥，喂，晨哥，晨哥，谢谢你啊！怎么办？他又来了。大静，你还没输呢，刚才。哦，对，还有命。对你还有用呢。他还有命？有命？他荡回来了。哎呦！哇！漂亮，先回来，先回来，漂亮，干掉一个！全村人的希望都在你身上了。哦，这个好看了。强强对决。一二走。精彩，精彩！精彩，精彩！不对，你们还有一个。精彩，好，哎，一步就上去 ，OK， 你看看，好，这一局神鸟队得一分，飞机队一分，接下来请两队攻守交替，请神鸟队防守。啊，还有一轮啊，对，还有一轮，还有一轮，最后一局，目前两队的总分是5-5，打平的。哎，我有个战术，我觉得。只要把他们都弄下来，我们就打平了。就是一打一的。四哥，你这个战术跟赢没什么，就无所谓，打平就可以了。或者就我能弄下两个人，然后你们弄下一个不就可以了？好好，懂了懂了。你去找 baby， 你就是跟他一起下去就行。跟他一起下去，静怡。手抱他，对，换手抱他，对，对，抱他，抱他，对，抱他，抱他。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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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猛了。一分就剩我了，那我再上一个我们不就赢了吗？视频。你如果现在上去不攻击掉任何人，你们两队就是打平的。如果你能上去且能攻击掉一个人，你们队就赢了。你要推掉一个人才是赢。对，你要不就平了。
如果神鸟队赢了，追击队晚出发20分钟，平局是追击队晚出发10分钟，如果追击队赢了，同时出发。那我就站着是吧？你站着吧，你站着吧。我要过去，你一过去他就过去了。不，那至少他一个人能守两个。就赌一把，顶多是平局嘛。就同归于尽嘛。来吧，走走走，又走，快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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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太激烈了！我在这，我这个视角好啊，给我一机器，我拍吧。哎哎哎！哇！我们就输了，输了，同时出发，尽力了，恭喜追击队获胜，是我们，是我们。所以在接下来的追击任务当中，追击队可以和神鸟队同时出发，成功。同志们，比赛跑步的时候到了。马上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城市追击战。我们在城市里挑选了6个带有太阳神鸟标记的地点，并拍摄了照片。神鸟队需要根据照片来分析推断这个地方在哪里。先找到这个湖嘛。只有找到准确的地方，并且看到太阳神鸟的标志，才能领取你们接下来的任务。他们是不是也可以问路人？可以，你们可以用任何方式得到你们想要的答案。神鸟队的各位成员要合力完成6个任务中的任意4个任务，并且每完成一个就可以点亮图腾上的一只神鸟。4个神鸟全部点亮之后，可以拿到最终的任务地点，完成最终的任务，中间的太阳也可以被点亮。越到后面任务会越难，所以神鸟队需要通力合作，尽快完成任务。好，而追击队也有自己的规则，你们要通过锤子来进行追击，只要用这个锤子碰到任意一位神鸟队的成员，他就将被你们抓获，成为你们队的傀儡。来了，跑跑跑跑，投掷不算吧，必须手拿着吧。可以，投掷也可以。与此同时，我们会为追击队提供一个监控手机，手机上有6个任务地点的直播画面。还有动向，还有 GPS。你们只要完成和市民互动的任务，就可以点亮直播信号，每完成一个可以开通2个直播信号。明白，明白。我们有任务要完成。我已经觉得我得去这队了，要不我们提前加入？大家都清楚之后，接下来我们就要马上开始今天的追击任务。请两组神鸟队出发前往东坡公园，领取各自的线索照片。追击队前往浣花溪公园，领取开通第一组直播信号的任务。好，奔跑吧太阳神鸟，出发吧。哎呀，神鸟队的各位成员，你们的线索照片就在这里，但是你们要先回答一个问题才能获得照片。请问安慕希新推出的口味是什么？嗨，长白山蓝莓。回答正确。安慕希新推出的 AMX 长白山蓝莓口味，产地直采，减50%蔗糖，喝起来更健康哦。请问今年是安慕希成立的第几年？啊，第10年。回答正确。安慕希已经陪伴我们10年了。这么简单。你看有的是摇倒也就这样了。他怎么早上想的太复杂。这是你们第一组任务地点的2张线索照片。走，我们今天第一站到达的地方是杜甫草堂。我们是来旅游的还是来抓人的？哎，感觉好像我觉得真的很漂亮。哎，我们是来旅游的还是来抓人的？哎，慢点儿。然后呢？
追击队的各位成员，因为你们在第一项任务中获胜，赢得了非常大的优势，可以和神鸟队同时出发，完成你们的市民互动任务后，就可以开通两个神鸟队任务点的直播信号，帮助你们更好的定位神鸟队，完成追击。但是在领取任务前，你们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你说，据中国睡眠研究报告2023显示，我国超过25%的受访者每天睡眠不足7小时，请说出三种能提高睡眠质量的方法。我觉得第一个就少玩手机，第二个呢就是喝个奶啊，对，助眠。第三个呢，当然就是换一个喜临门的床垫试一试啦。哦，要有一个好的状态，还得是抓住深度睡眠的时间才行。深度好睡眠，首选喜临门。这是你们第一组任务地点的两张线索照片，都有太阳神鸟标志。你们需要找到照片拍摄的正确位置，并且看见太阳神鸟的标志，才可以领取照片地点的任务。完成任务的队可以获得下一组任务地点的线索照片。我们找到望远镜就行了，是吧？要用望远镜看见太阳神鸟的标志，才可以领取任务。发微博吗？是啊，我觉得发给我哥，我表哥在这儿呢。哥，这两张图分别是两个地方，有没有可能知道是哪两个地方？那个是谁呀、啊？这姑娘读书呢，姑娘，哎，你好，你好，想跟你问个路。你能知道这是哪儿吗？咱说是这网红打卡点。三环路的那个桥吗？三环路桥。三环路桥叫啥呀？要咱过去怎么说呢？这三环路桥，我忘了。你就忘了？哎，主要是哪个的吗？啊，就是那个环球中心。环球中心，环球中心。那我们就找这个吧，走吧。那我们走了啊。喂，我们去那个有黑色跑道的那个。啊，行，那我们去另外一个地方。对，好。环球中心。好。哥，就这个跑道，具体在这个红色的跑道，我只要能到这儿就行。你告诉我怎么到这儿。那我是什么地方？先找到这个湖嘛，这是个湖嘛。您知道这个地方吗？这个湖在什么地方？这叫什么湖啊？锦城湖是不是？是不是？我不知道啊。我也很想知道。啊，我知道这在哪儿了。那两个双子的那个，反正附近。双子塔附近。不是，我们搜在双子塔附近的湖不就好了？我们要不要先去双子塔 ？Go！湖的对面，对着双子塔的位置。哎，双子塔有交子公园，你看，对，就那个湖应该是这儿，交子公园吗？对，是吧？交子公园，师傅，22分钟。我看那个望远镜的位置应该就在环球中心往城外走的，应该就在天府一街那附近有一个绿道，上面是有一个望远镜。天府一街，就是桂溪公园那个地方。桂溪公园内是吧？对，我给你发那个位置，你到那个位置，你找路上去。桂溪生态公园，这儿。归位都写上了，人家。走啊，桂溪生态公园，咱们就去桂溪生态公园啊，师傅。8分钟出发，那怎么样？东移门，具体一点，东移门啊。现在为你们公布市民互动的任务，这项任务是首字母组词，找到4位成都市民一起参与，1分钟内所有人完成指定的拼音首字母组词，且答案各不相同，即为成功。现在就可以邀请了吗？可以。来，妹妹，你看你就是那种聪明人，很厉害的聪明人。来吧，你愿意帮跟我们一起玩游戏吗？可以。好嘞。小妹妹想不想玩个游戏？要不要你抱着她来？来，爷爷，和我们一起参与一下。干嘛？组词。我拿个这个。可以。我拿下来可以。可以，爷爷可以坐的。哦，这个凳子，这个凳子。第一组词的首字母是 B H， 计时开始。白。饱和，饱和，保护，包含，保护，说过了，保护说过了，百合，呀，我说了，我辩护可以，辩护没说过吧？说了啊，辩护说了，就差我了，
捕获。用时1分03秒，挑战失败。啊！下一轮，下一轮，来。第二组词的首字母是 B M。保姆。表妹。保姆。表妹。对。闭门。白猫。白马。白马。对。叔叔说一个。宝妈。宝妈。宝妈可以。宝妈可以。加油。什么？我别骂，你可以说别骂我了，别骂，你可以说不摸，别骂，不摸，哎、别骂，这不算，不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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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算词语。白门呢？帮忙，帮忙可以。兄弟，这等多久？马上就完事儿。我要去，我还有事儿。马上啊，叔叔。用时53秒，挑战成功。成了，叔叔。撤了，就是说完事没有，撤了啊，有事儿呢。也谢谢各位市民参与我们的任务，谢谢大家。接下来我们将为你们开通神鸟队的前两个任务点直播信号，帮助你们定位。好。哎，有信号了，来了。你看这个有咱们是一个吗？这是个什么？哦，这个是个咖啡厅。能帮吗？哎，我感觉是顶楼的。这写了个什么中心？你看天。这感觉是个顶楼，对。天府绿道规划展示中心，我们那个这是什么地方？这好像有条江，河边，这是一条河边。我问一下，这是什么地方？问一下市民，这什么地方？阿姨，这哪里啊？哪儿啊？双子塔，双子塔，在那个交子大道，交子大厦，交子大道，交子大道。你们先去吧，我跟陈哥。好，那我们去那个咖啡厅了。你们能知道咖啡厅在哪吗？上面写着呢。那你们先去，快走，见人就砸。好，快，着急，跑起来。天府街道规划展示中心，交子公园。好，记住了。你在那边吗？啊，交子公园。对。好，交子公园。交子公园。拜拜。交子公园在哪儿？师傅，我们现在这儿到那个交子公园。交子公园有多远？11公里。11公里这么远？行，咱们这边人还没到呢，咱们就是杀他一个措手不及，这四个人都给拿下。是不是就是要跑步，然后这个人跑完，那个全部跑？锤子呢？哦，在这儿。锤子，吓死我了！你猜吧。我要生命保护。一会儿进来就开锤啊！好。环球中心到了，到了，马上就到了。是不是这个桥啊？我们走上去就是了，走上去就是。哎，这个地的颜色就对了。那应该是。这边吧，好像是。我怎么这么顺当吗？好像是望远镜，就这个。是，就这个望远镜吗？就这个吧。哇哇哦哦，你来找吧。哎，你好。你好。说拿这个看，有一个太阳神鸟的标记在哪儿啊？那头最远的那个桥。在那里啊？哦，就是那个，我看见了。哦，看见了，看，远处那个，就在那儿，就在远处那个。看到了，就在这儿，来，看一下，就是看找到那个标志，那最后那个里头那个高的那个，对，是就这个望远镜吗？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啊，难道上面有字吗？难道是？任务是什么呢？啊，难道上面有字吗？难道是？啊，在这儿，望远镜上，嗨，在后面，看半天贴在后面。请乘坐电瓶车前往天府绿道规划展示中心，挑战读不完的文章。走啊！天府绿道规划展示中心，赶紧啊！快！来了，我估计他们可能就会看到我们喽。妈呀，这有跑步机是咋回事啊？
这是要一边跑步一边念书吗？哎，有人去了。他们可能也在往那边赶，我觉得裁判已经去了，应该有人。我吓我一跳。VJ 人到了啊！人到了，他们人到了，快走快走。到了就行。走啊！来吧。噔噔！恭喜你们找到游戏地点交子公园，在这里你们要挑战的任务是读不完的文章。在跑步机上跑步一分钟后，用一口气尽可能多的朗读文章，一旦换气换下一个人开始一分钟跑步，所有人接力完成一整篇文章的朗读，就可以点亮图腾上的一只神鸟。好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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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他们要跑步的任务，韩庚在跑，我估计他们是不是要跑到多少里程，然后就可以才能点亮，对，才能点亮一个今天的这个任务。成都有趣的地名，在成都带动物的地名真的不少。马，这么快，这么快吗？这么快吗？才一行，太陌生了。没事没事，接着来接着来。太陌生了，场吧那个。牛市口，牛市街，狮子山，罗马市，牛王庙，猫猫巷，不仅能凑十二生肖，就算凑成一个动物园都可以。在成都有关仙的地名到处都能遇到，二仙桥、金仙桥、宋仙桥、望仙桥、电仙桥，好像神仙都住在桥上。除此之外，在成都还有今天有意思的地名，今天有意思的地名。哇，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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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分分钟从一数到万，比如一品天下二仙桥、三瓦窑、四道街、五昭路、琉璃厂、戚家巷、八宝街、九里堤、十里店、百寿路、千祥街、万年找，还能找到百家姓，比如梁家巷、李家多、万家这个。哎呀，辛苦了辛苦了。哇，好多呀、啊！还有，你可以的。白家沟、蔡家坝、曹家碾、陈家宴，还有以历史人物命名的，一听就是有点故事的明蜀王陵、马超路、黄州路、武侯祠望、走资。看到这里，是不是你也觉得成都地名很有意思？觉得成都地名很有意思？哎，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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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差点没过去，我可以可以，主要是刚哥这个头打得好，不多不少，一行就一行，这叫战略，让你们看清楚，你知道吗？恭喜你们完成了第一个打卡点的任务，顺利点亮了第一只神鸟。下一个任务等大家离开这个场地之后就简单。原路返回，快走，别让他们追上来。快走快走。呀，台铃长续航电动车，这是导演组给我准备的交通工具吗？那我就骑上我心爱的台铃长续航电动车，想怎么跑就怎么跑，他们再也别想追上我，稳赢了。快走快走。这是你们的第二组任务地点的线索照片。帮我完成了他们。我们还没到呢。师傅还有多久啊？两分钟。真的，根据我现在的判断，我试试我今天我们俩能不能追上一个人。最痛苦的就是看见他们在眼皮底下完成任务。哎，他们已经赛跑了。行吧，我看看能不能逮着他们啊。哎呀，啊！哇塞，安慕希。成都在历史上经历了多次什么文化融合，各地人带来了多食材与制作方法，见证了各种美食。
美食的诞生，成都著名的创新美食夫妻飞天。最早是有一对姓郭的夫妻发明这对姓郭的夫妻采用上好的生产牛舌牛心，以牛头皮进行挑，他们制作的肥面味道独特，这次在非常爽口之下，变成肉香有根肉粗的，在家里的文具外面变成的独特脑袋脑。有希望，你就最后给我留一句就行，给我留个逗号就行。哎呦，我现在就是安慕希，我早知道把它说完了。加油，你可以的。我给你看着，我给你看着，咱多一秒都不好。开始。奔跑吧的朋友们也会得到安慕希的招待，奔跑吧一路见证安慕希在美味上的不断创新。安慕希，奔跑吧的朋友们也会得到安慕希的招待，奔跑吧一路见证安慕希在美味上的不断创新。安慕希创立十年，不断探索中国各地最原材料，而真正做好最好喝最高品质的酸奶。现在又推出了全新的安慕希 AMX 长白山蓝莓酸奶，你开瓶子就能闻到安慕希蓝莓的香味，减少了50%的蔗糖，喝起来是很清甜的水果味，一点不腻，唤起美味奔向安慕希，一起美好安慕希，唤起美味奔向安慕希，一起美好安慕希。这都不用咱俩了，你才是中国第一女 rapper。奔跑吧的朋友们也会得到安慕希的招待，奔跑吧一路见证安慕希在美味上的不断创新。安慕希创立十年，不断探索中国各地最新原材料，而真正做好最好喝最高品质的酸奶。现在又推出了全新的安慕希 AMX 长白山蓝莓酸奶，你开瓶子就能闻到安慕希蓝莓的香味，减少了50%的蔗糖，喝起来是很清甜的水果味，一点不腻，唤起美味奔向安慕希，一起美好安慕希。恭喜你们这一组完成了这个任务，你们可以领取下一阶段的证。不过我们要快走，要不然他们该追上来了。我们要不要？咱把东西拿着走吧，咱走吧，一号吧。哎呀，那灯亮了，咱导演组也不骗咱们，给灯亮了。加快建设中国西部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美誉度的社会中的国际大都市。哇塞，太好了，果然还是安慕希最厉害呀、啊！你先那个啥，跟他们确认一下，他们去哪儿，咱去另一个。对。喂。哎，你们去哪一个图啊？对，两张照片，一个是有一个红色的什么加快中国建设西部的一个，还有一个是围墙和蓝色的一个成都牌。现在先去红色的那个、啊、你们去红色，那我们找蓝色的那个呗。可以可以，你走啊。嗯，咱们这个也不容易啊。家园家园路吗？这是家园什么路？对，但是 baby 说那个，如果那个路就刚好叫家园，就是叫成都有一条叫家园路。行行行，哎呦喂，找到了，太厉害了啊！有个家人真好，师傅，咱们去这个青羊区光华西华家园，具体地址是家园路8号204没跑。哇，真的是人民的力量，成都人好吗？表哥，成都人有群的。要你问哥哥，这人是谁？看一下啊，这怎么找？百度地图，看一下。C D R T。C D 什么 ？R T。电视台。四川成都广播电视台。哎。是不是这个门？我看看。哎，哎，是，成都电视台。那咱去，那我们去电视台吧。这没有说四个人要四个人完成啊。对啊。那就分开了，分队效率高，然后风险低嘛。对。你不能把所有东西都寄托他们身上。对对对。那我们就靠边停呗。靠边停，我们先换一辆车，省一点时间。你们去广播电台啊。好的。哎，你说就路易七跑男，我就跟你在一块儿了。你说其他人，明儿我还没去叫齐呢。跟拍戏差不多哈。对呀、啊。顺便植入一下吧，我们的新作品《情人攻略四》已经顺利的杀青了，在今年的某一个档期上映。也希望大家到电影院多多支持。孟云、于飞，不知道上一次陪你看《情人攻略》的人现在还在不在？完了，他们都一块做完了，咱们要不现在去做个任务吧？对，我们就在那个边上停，然后呢，我们就不往那儿走了。好。
哦，那两个楼在这儿，那他们应该在这边。他们在那上面的吧？我们在这儿就好了。啊，我们就在这儿就可以了。因为神鸟队已经完成了任务，并且得到了新的线索照片，所以你们可以通过完成接下来的市民互动任务来接通第二组神鸟队的直播信号。你们两队当中只要有一队完成，就可以接通直播信号。请来领取任务卡，踢毽子，邀请市民一起踢毽子。所有人都踢到一次毽子，且毽子不落地，即为成功。OK， 找咱们别闹了，找年轻。这个在会场，女生会出现。有会踢毽子的吗？谁会？你来。还有谁会踢毽子？谁会？你确定会吗？来，别忽悠我啊！好，你来。还有谁？我们要做任务。你确定会踢吗？你来。上去吗？对。现在几个人了？四个了，够了。够了，妹妹辛苦。我是完成任务的。哦，好嘞。都是啊。但关键是你们会帮我们吗？会。你们是白梦妍的粉丝，你们会帮我？粉丝，无所谓。有周深的粉丝吗？有没有大黑牛的粉丝？我们快开始呀！我看到大黑牛，快开始吧！好，这样。来，你们是白梦妍的影迷，对不对？对。但你们会帮我们吗？对。你们都会踢毽子，对不对？快换白梦妍了。我说谢谢你，快开始吧。那你开第一个，好，来吧。老师，您在下面休息一会儿。老师，没事，再试一次，加油，你可以的，再试一次。没事，不会踢的踢第一个比较好。不会踢第一个，对。成功！恭喜神哥和深深，你们已经完成了这个任务，所以接下来你们可以留一下手机，我们会给你们开接下来他们两个点的任务点。我们结束。哎，这怎么玩？还有广告？什么？开个 VIP 吧，你们。你们能不能开个 VIP？ 这什么玩意儿？软件还让我看广告？下一个。哦，这个，这个。什么广播电视台？成都广播电视台。超市，超市上面有益民菜市，家园店。哎，益民菜市，益民菜市家园店在哪里啊？马上给你搜。马上给你搞。益民菜市，我也会搜啊。看见了吗？益民菜市家园店。来了，有。谢谢。这个地址青阳区家园南路12号。我们去青阳区家园南路12号。哎呦喂！让他们直接出来，别玩游戏了。对。谁？文哥，威哥，喂，你们去成都电视台，我们去另外。对，你们去成都电视台找他们。啊、那很近，快！我们去益民菜市，好吧？好嘞，哥，踢毽子呢，哥。你们不用踢毽子了，直接出发就行，因为我们已经完成任务了。那个信号源被他们解开了，然后呢，我们现在就得去下一个地方，所以谢谢大家的参与，谢谢。成都电视台就在这旁边，我们刚刚过来看到了，先上车吧。成都广播电视台，4公里。OK， 4公里，出发。是不是快到了吗？还有2分钟。好的，谢谢。还有3分钟。3分钟。OK。心跳加速。师傅，可以稍微开得快一点。不紧张，又有在被人追杀的感觉。这辆车是什么？千万别磕。什么都没有。咱们先去买。就蹲在这个柜子后面。应该没这么快。祈祷一下。准备了，收网行动，准备了。上车哥来我们这儿说堵车。现在杀戮欲望已经开启了，就想锤人。我找到了。马上到了。喂，陈哥，我们现在到了那个广播电视台了。太好了，你们阻击他们，现在我们说话不要浪费时间，用最快的时间把台词说完。哎，我们看到他们了。等一下，停，我们看到他了。
我看那个亮了灯的车，哪里啊？喂，我们看到他们了，我们先挂了。好好走，走。我脸上的面目狰狞啊，真的是。是这儿吧？你就近，你就近最近的地方，师傅。就是我们随时可以逃出来的那种。锤子呢？锤子呢？大哥，快！哪儿啊？怎么不是他们的？他们跑了？不是他们。是这儿吗？不是这儿啊！出的骰子什么意思啊？恭喜你们找到正确的任务地点，成都电视台。在这里你们需要从两个任务中选择一个进行挑战。哎，他们来了。 是这里面吗？跑不了。这个光荣的这个一锤就献给你了，来吧。白鹿，由于你已经被追击队抓获，你的阵营也发生改变，现在需要为你更换精灵牌，去除金臂章。其实挺谢谢你们的，真跑不动了。喂。啊，你在哪儿？我打车走了。你打车走了？他们走了吗？我哪知道啊，给我吓死了。你没被抓是吧？嗯，这地方还回来吗？我现在还在里头，姐。哎，我你自己完成一下。你确定？他们都跑出去了吗？跟着你。好。你先完成。他们要是在这儿，我就先跑；如果他们不在这儿，我就先把这个试试完，能不能完成？OK。哦，我也不知道。OK。嗯，好。你这是会骗人的。雨琦，对不起了啊！说好带姐妹一块去逛街的。姐，对不住你啊！姐，请你喝咖啡去。我出去看。这样吧，让我就不进去了，让这个静怡进去陪你。什么鬼啊！先敲一下啊！敲。哇，你们真可怕，你们真的太可怕了。喂，陈哥。哎，你们怎么样？我们把雨琦跟白鹿给抓了。漂亮，但是你们抓了两个女生，他们会成为我们的累赘。什么东西？不是成为累赘，只是要让他们加油帮我们哦。一定要帮我们去追击他们啊！好，拜拜。好。哎，你郑凯他们去哪儿了？这还说跟我们是一个队的，这个另外说不。一名菜市家园点哦，八分钟吗？怎么还有九分钟呢？
看见了吗？看见了吗？对对对，就是这条街，这条街，往前一点点，哎，人行横道线，有横道线，哎，过了，停车吧，师傅，过。就这儿啊，这个吗？啊，照片呢？对啊，这个吗？是不是？对，就是那个嘉园南路。对啊。挑战胡萝卜麻将，掷不出的骰子。去那边，走，这边去。我说那边这么多人呢。对呀，麻将强项，骰子是你强项。来，就这儿，不云菜场，麻将到了，根哥他们到了，到菜场了。好快呀！师傅，我们还有多久啊？还有两分钟。太紧张了。什么任务啊？只能选择一个任务，你是选择麻将还是骰子？我选择麻将。来，胡不了的麻将，每一排麻将都缺一张就可以胡牌，说出所有可以完成胡牌的麻将，成功说出四牌就可以点亮太阳神鸟图腾上的一只神鸟。 OK， 三四万怎么胡？二万什么意思？三二三四，有几种胡法是吗？对，有几张牌就是听胡牌。一，二三四五，正确。下一个，四饼，麻将高手。哎呀，我觉得你比我熟这三四六，正确。下一个，二万能胡吗？二万应该胡不了。二五万，现在还有多久啊？应该到了吧。500多米，就是这么真实的游戏，没错。每次都心惊胆战。啊，369，对，369万。哎，好像到了。哎，我看见我们聚到了。啊，二万，二三，二三六九，二三六九。哇哦，来吧！请告诉我答案和信息。Hello， 我们是追击组。追击组在哪儿？往哪儿去了？他们往哪儿去了？他们已经完成任务了。三四万，怎么胡？二万五，二三四五，正确。下一幅，二三六九，对，正确。下一幅，麻将高手。哎。三四六，正确。下一幅，一样的，二三六九，正确。你们已经完成任务了。这还用？这不用玩了吗？我玩完了，就选一个嘛。你们成功获得下一个任务的两张线索。哦，好。规则我都没听完就玩完了。他就说
也太快了，行吧。往哪儿去了？他们已经完成任务了。嗯，又完成了。这是个啥呀？上去就你们还说游戏难难什么？人过去一分钟都不到，游戏完成了。我们藏起来，我们藏起来，我们藏起来。陈哥，不是他们都做完任务了吗？啊，我们要藏起来。哇，他们不是都做完任务了吗？我们要藏起来。他们不是都做完任务了吗？我觉得我藏在什么地儿比较好？他们不是都做完任务了吗？他们不是都做完任务了吗？没有，还等等沙溢他们。我跟你说，万一沙溢来了呢？藏起来。没地方躲。就这个。就这个公交站，漂亮，如此精准。我们下车了之后，不会有人埋伏我们吧？感觉有点可疑啊，这个位置。前面这奔驰有点可疑啊，停在这儿。这有辆车，哥，这有辆车。这车更可疑了。这几个车有点可疑啊。哥，那儿也有辆车，哥。这几个车有点可疑。我听到了，来了，他们来了。哎，我真的有种想随时逃跑的感觉。哎，这里头刚才有没有李晨他们？走，坐车跑，快！等一下，他们是追车，他们的车这是追呀、啊，追！他们已经到里边等我们了，在外面了，陈哥，在外面了，在外面了，快去追他们，快去追！啊！我们走，快走！这是啥车？上车！这是咱车吗？往哪儿去了？他们？哎呦！快走！走！哎呦！还不下车？开车！保护我，帮队友！快走！司机，快开车！你跑到那边砸大镜去，快去！快开车，司机！快走！往后倒车，不要锁上！锁上！锁了！砸我！但是苏醒没了的啊、哦！苏醒没了，对吧？我们快回去叫下一个地点，对吧？好！你们啥人呢？把我砸完之后也不管我了？你们刚是看到了这个是吗？没有，我们在外头看见你们车了。我都说了，我下车之前我就提醒他，我说把车停远一点。太坏了，上车按理说不应该算的，我都进到车里了。还是经验少，说实话，解题没问题，好吧，体力活没问题，甚至可以 rap。但是你看他这个规则我不是很熟悉啊，就这样被他们砸到了。你听听，安慕希都听不下去你说废话了。sorry 眼神中没有任何的胜负欲，好像已经放弃了。刚才看到了周深、李晨，对，他们俩，对。那面能不能去的那面呢？快跟白鹿说，完了 ，baby 姐打电话，咋整？那你这编不下来、啊，那我说我们还得解。行。喂，沙哥和苏醒被抓了，真的。我们想办法拖住那个追击队，如果他们打电话给你，你一定要小心。我们是真的解不出来。你们最好还是要加速一点，因为我刚刚只看到了李晨和周深，那个晨晨和静怡，他们肯定知道你们去哪儿了，因为刚才我们同一车的苏醒和沙溢都知道那个红色地方是哪儿。我帮你打电话给晨晨，给他拖延一下。行。哎，他们怎么没有来我们俩这儿啊？对啊，奇怪了。我估计快来了，我们赶紧先挂了啊。行，好的。感觉你不加最后那么一句还挺像的，感觉你说完那一句以后他沉默了大概有三秒。我先给范丞丞打电话，能不能套个话？好。喂，他
他也好假，真的演得太假了。挂了，说我们俩着急。你这有点太假了。你还说我们俩，你有啥资格说？他着急。完了，快跟白鹿说。大静，这谁的手机？你的。等会儿别搞混了。这女手机。爸，不知道。接。你不接才奇怪呢。接。哎呀，你没接，哎呀。完了。白鹿，你玩的是卧底的吗？没有，我们俩没事，就我们俩心过来了。白鹿没接电话。他还好吗？我要不我跟贝贝姐说，让他们俩过来吧。可以，你可以跟他说我被抓了。喂，姐，白鹿被抓了。啊？我现在该去哪儿呢？我们现在要不先约个地方见一下？见一下。那你先在车上躲一躲，我们先找一找。我先转几圈，在这附近。行，好好好，好好，嗯。我看似是信了。Yes。我再打个给白鹿，看看他是不是被抓了。哎，你说雨琦被抓，你说雨琦，别混乱。你说雨琦被抓，你说让他赶紧来这儿，你这么说，你这么说他们就来这儿，我们就不用跑了。不对，这逻辑。你就是说，你在这里，然后让他来这里，他就一定不来这里。你说你还在解题？喂，贝贝姐。哎，你在哪儿呢？你在哪儿呢？你们上车了吗？我回来了，他们把雨琦抓了。我坐车绕了一圈，我自己又回来掉骰子了。妈呀，那我们要不约个地方先见一下，等你摇完了你告诉我在哪儿啊。你们要不要来这儿？我觉得他们不会来这儿，因为他们刚从这儿抓走一个人。也行，拜拜。我感觉他都相信。没有，就看信你们俩谁吧。我跟你说啊，我这么告诉你吧，他一个人都没信。我也觉得信，不然他就不信 Angelababy 了。好深的。咋就看破了一切？哎，你再给 baby 姐打一电话。baby 姐，我现在去哪儿？我绕完了，再骗一下。你再给 baby 姐打一电话。哎，他骗完你是不是很 enjoy？ 你再骗。哎，我怎么那么开心看这一段？哎，真行。你先骗，你骗完你再骗。哇塞，双骗，你们俩就是。那我对，你就说我去哪儿 ，baby 姐，你就说你去找。喂，姐。哎，我该去哪儿啊？等一下，我给你开个视频，我先看一下。我就跟你说，他一个没相信，就让他露过这就行了。对，你别挣扎了，宋雨琦，他俩都没信。看一下你们袖标。什么袖标？黄色的这个。什么袖标？你的袖标呢？黄色的袖标。你被抓了。被抓了，我现在还在整理我的情绪。好的，拜拜。这多尴尬呀、啊！太刺激了，真的是。真，凯哥他们是什么情况？现在是不知道，一整个摆烂，也不帮帮人家去完成任务，自己不知道跑哪去。我得给他打个电话。你给谁打？凯哥。郑凯不听我电话，他到底在干嘛啊？啊，凯哥联系不上。韩哥也不听电话耶。他们应该有线索的。嗯。不知道他俩摆烂去干嘛去了？他俩不听我俩电话。好。估计是出事了。估计是有点问题。就说嘛，这个任务肯定会很危险。咱们先兜一圈吧。咱现在已经暴露了。说实话，咱们现在四个脑子加起来，这可能不够用了。不够用，走吧，那咱直接去下一个点吧，不说了。当前任务点的任务已被神鸟队完成，目前神鸟队已经点亮了三只神鸟。
同时还解锁了最后一组任务点的线索照片，所以你们需要尽快完成与市民互动的任务来解锁最后一组任务点的直播信号。你们需要找到任务卡中符合条件的成都市民，并让他们在任务卡上签名，集齐八个签名就可以完成任务。我们连找四个踢毽子都难，你还让我们集八个签名，来吧。这里有1978年出生的人吗？就我吗？路人，你是路人吗？哦，那我们可以先去找了是吧？哎，大哥，我问一下您，您是哪一年的呀？94年的。94年啊，比我成熟这么多啊，哥。没事没事，我找一个跟我差不多年岁的。你哪年生人啊？你需要哪年的？这也行啊。您是1978年出生的，那您在这上签个名可以吗？在这，在这，在这，在这。会打麻将的有没有了？先过了，肯定很多了啊。有会打麻将的吗？来，能帮我签个名吗？在这儿。戴鸭舌帽的人，签个名，签个名，签个名，在这签个名。穿红色袜子，是是是是是是是。枸杞喝呀？枸杞喝对吧？那你帮我们签个名可以吗？在这里。然后还有身高1.85米的有吗？好像就是你了，我感觉。哦，你也有1.85米。你们俩可以都签来。谁的车牌是有三个相同的数字？我的，我是3个6，3个6。我666，来来来。这儿有没有小学生？好，谢谢。小学生，你是小学生吗？他是。他，你也就你信。等一下，你是小学生对吗？是小学生吧？来，小学生。去个大家。自己名字忘了怎么写？哎，这个多简单啊！奔跑吧的奔跑吧的观众，聊天记录，你看，这是真实粉丝。你如果把一个这么忠诚的粉丝给丢掉的话，这对节目有损啊！奔跑吧，视频每一季啊，看一下，前一季全部看，留下了感动的微笑。8个就好了是吗？那我们够了，我们过了。你看看这多漂亮，两个戒指，哎，给力了。您帮我们签一个戴两个戒指的人，在这儿，在这儿。对，太好了，8个，一二三，我们凑齐了，谢谢阿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8个。恭喜你们完成了签名任务，接下来就为你们接通最后两个任务点的直播信号。好，来吧。哦，他们还在吗？对，走，上车吧。这是谁呀？郑凯。凯哥，这个点，欢乐谷。你怎么知道是欢乐谷啊？写着上面写着仨字儿，欢乐谷。来了来了来了，砸中了吗？没有。这是啥？这肯定是个地标。这两个地方，百度能不能找图片？你看看。这个太容易了，这哪儿啊？什么呀？欢乐谷。欢乐谷。打卡新地标锦江塔。先去欢乐谷，后去锦江塔。这是哪个项目？这个是那边那个项目。直走吗？对。那儿呢？那儿呢？那儿呢？哎。这儿呢，这儿。疾风飞翔小黄飓风飞翔啊，这飓风飞翔砸不到的核桃。欢迎你们来到成都欢乐谷，你们刚刚的边上呢，就是有太阳神鸟造型装饰。来，这里你们要挑战的是砸不到的核桃，请拿任务卡。你们一共要砸中25颗核桃才算完成任务，每个核桃只能砸一次。砸中了吗？没有。我去！好，我帮你看着，准备，3、2、1，差一点点，3、2、1。卡住了，快！再来，3、2、1，一颗，太难了，我来试试，来，你来试，
砸一下，凯哥。砸。哎，差一点点。砸。两颗。两颗。对。二十五颗太多了。对呀、啊。加油。太难了。拿俩烤肠来，谢谢啊。凯，来来来来来。等会儿。喂，韩哥，你们在哪儿呢？你跟谁在一起呢？我跟 baby 姐在一起呢。你们在哪儿呢？我们得开视频确认你们的那个袖章还在不在，才能跟你们说。行，我看看啊，视频啊，我看 B 章。呀，还在啊。我们没被抓，我看你们，看你们的 B 章。李希白露是我确认被抓了。然后大一和苏醒在我们面前被抓的，然后下一个地点我们还没找到，还没找到。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可以告诉我们吗？你们去锦江塔吧，你们去锦江塔吧。锦江塔。行，锦江塔见。没问题。师傅去锦江塔。对，就是这个。我的天哪，表哥就是表哥。他找到了。就是这个地方，上新桥公园。谢谢表哥。视频都拍，看到没有？这表哥，他还是表弟吗？我们纳入了一员大将，真的是。谢谢表哥，谢谢表哥，谢谢表哥。好担心他们不会又在那边吧？好可怕。你说你们有没有去上新桥公园试一试？看看能不能堵到 baby， 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去，万一呢？那我们现在过去吧。哎，堵着了。哎，可以减一下速。可以，最好来了。哦，是，哎，可以啊，可以，这招行。你拿些那个渣子放在桌子上，是啊，让它有点阻力。我们清理一下现场，清理一下现场。哎，不用清理。为了保证公平公正，这算场外因素。来了。哦哦，锤都砸碎了。我们到目前为止没有出任何的差错，也没有耽误时间。对。哎，这儿太浪费时间了。游戏也是一遍过。来，我试一下。来吧。啊、哦，太难了，这什么任务？这谁想的游戏？晨儿他们如果要来的话，也得半个多小时。所以有时间。碎了，没有，碎了。欢欢啊，来，可以让我们坐个车吗？我付费，带我们去这个地方可以吗？记住这个地方了吗？在那个小转塔，那个转塔的旁边。快点，越快越。还在吗？还在。快点，越快越。还在吗？还在。我感觉他们要过来了。看得出所以刚才。我们很远。哎，啊，拿着我的包。我要准备开始跑。靠你了，加油！锤子给我，锤子！哎呀！摁！22。快！越快越快！已经最快了。加油！走！快了！还有两个啊！加油！我的妈呀！这个时候鞋带开了，我这个怎么这么远？就这。
啊！来了来了！啊！来来，换呀换呀，换！啊！还有两个，还有两个，来来！啊！哦，我看见了，看见了！来了，跑！来了，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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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来了！哦，追了，追了，追了！哇，这太远了，他们太快了，我要放弃了。我累死了，哎呀我完了，这跑不动了。这个任务他们完成了吗？没有吧？就差两个。 No！电视台，走了走了走了，来了，他来了，快快快走，他来了，快快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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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去电视台，走了走了走了，来了，他来了，快快快走，他来了，快快！啊哈，就差两颗。我的黄金搭档也没了。玉林双杀，玉林双杀，小金条必须拿到，黄金必须拿下。还有谁活着呀？猜也猜不出来，只能靠视频了。不接我电话的应该都已经那什么了。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嘿嘿 ，baby 也不接。宋雨琦呢？您好，您拨打的号码在。完了，我感觉好孤独。我好孤独。啊。白鹿呢？您好，您拨打的号码。电视台那个自己一个人能完成吗？可以。我只能去哪儿？只能去哪儿？哎，快快快，快快！喂，陈哥。他们在完成任务，你们到了吗？我没到呀，我手机看着监控呢，我估计快完成了。那怎么办？你们现在离那有多远？让他们赶紧过去堵他。我们还有多少分钟？十分钟。十分钟，就十分钟。啊，好嘞，好嘞，拜拜。现在到上新桥多久？速度搜一下。很快，十分钟就到了。好，好，好，上新桥，上新桥。走走走走走。就都去堵 baby 去。师傅，快快快快，只要不超速就行。小公园了 ，baby 走了吗？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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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走，先走，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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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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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快走，走，我们赶紧知道定址。他们走了，已经。挑战套不进的呼啦圈，来了，来了，怎么套不进了？呼啦
圈怎么了？你们需要将所有的呼啦圈套入一米高的柱子，就可以点亮图书上的一只神鸟。我这太难了，我根本就进不去啊。这个固定一下，那边固定一下，然后送上去。哇，好棒啊！你好棒，一起吧，来。啊！太沉了！啊，小心啊！好了，给放下来了。哎呦我去！啊！走！咱们就是说，希望他们还没有来。好好好，慢点啊！哎，节目组都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吧？是不是没有想到？恭喜你们已经完成了四个任务点。请你们打开旗子的暗格，获得最终任务点的线索。天府人文艺术图书馆晚上10点前完成任务，点亮图腾中心的太阳。太厉害了，走吧，咱俩。谢谢大家，拜拜。我们赶紧知道地址。这是。哎，这有这有这有。哎，这有这有这有。天府人文艺术馆。天府人文艺术图书馆，对，天府人文艺术图书馆，直接出发，谢谢。天府人文艺术图书馆，快走快走，走吧走吧。天府人文艺术馆，还有谁是我们的人？现在咱俩现在好像有一个阅览链，海哥，您跟海哥大师挺的。咱俩也别说，咱俩这个任务做完了。对。嗨，大弟，嗨嗨嗨，哥哥，哥啊，哥你这个呢，哥，这儿呢。四颗灯了。哦，那你现在去哪儿啊？去天府。我们去天府人文艺术图书馆。这是最后一个任务吗？对，要在晚上10点前完成任务，点亮图腾中心的太阳。天府人文艺术图书馆是吗？来，我们这边集合吧。还有谁活着？没了，就我们仨。啊，只有我们仨了。对。他们现在也往那边走了，我怀疑。我觉得他们也是。师傅加油，这是一场跳之间的竞争。就我们大家都奔着那个地方去。师傅，安全的情况下稍微快一点。师傅可以再快一点。虽然节目组最后给了我们一个终极的道理，今天我们就是想让你们领略成都这个城市有多么的大。到了吧，我们下去，我们下去，走。哦，我们赶紧来。如果遇到他们的人来，你就不要管，你就跑。这两个锤子肯定李晨手上有一个，见到李晨什么不管就跑。不说还能上个厕所吗？不上了。王不成的拼图在图书馆里有很多个相同的拼图，在任意的拼图板上，通过改变拼图的布局，将太阳神鸟的图枪入拼图中，用点亮太阳获得最终的胜利。将，这是什么意思？完不成的拼图，在图书馆里有多个相同的拼图，在任意的拼图板上，通过改变拼图块的布局，将太阳神鸟图腾嵌入拼图之中，就能点亮图腾中心的太阳，获得最终的胜利。这点东西这么难的吗？此外，场地中还有单块拼图正确摆放的提示，通过搜集提示可以降低拼图难度。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确实有点难。去找线索吧。逮人计划收网行动，见到先摁住啊，摁住！咱们的宗旨是摁住。我还想尿尿呢。
到脚了，打到你了，打到了，不用追了，大庆，你别跑了，我打到你了，大庆，大庆，拍到了，拍到了，大庆，大庆。完成不了，就我跟凯哥俩人了。现在的情况就是场上队员还剩三名，我威逼吴大靖。我好像我刚活了那么几秒钟。你给范丞丞一个锤子，你给范丞丞一个锤子，范丞丞能跑。还有俩人对吧？对对。我找威逼姐。找着他就叫。帮忙找郑凯，现在咱们就是找凯行动。领带带带好，没事干。就剩凯哥了吧？凯哥在哪？这是谁啊？都来了，全来了。哦，完了，这都来了，玩啥呀？天哪！那我这也不能投案自首啊。这啥呀？你们在找凯哥吗？凯哥，刚才沙哥说看见他去地库了，坐着车下地库了。嗯，这怎么回事？什么？对呀，你得去地库。地库在哪？我们就从大靖哥上来的那条路找嘛。赶快找人，赶快找人，赶快找人，分开走，分开走。哦，不是这样。哎，这什么意思？哦，这个在这儿。啊？这个在这儿？这个怎么可能在这儿呢？这个怎么可能在这儿呢？这怎么可能在这儿呢？这什么意思？在哪儿呢？这一般都会藏在哪儿？什么？啊？这个在这儿。这个在这儿。在这儿，将太阳神鸟图腾嵌入拼图之中，就能点亮图腾中心的太阳。这咋一个人找不着啊？这光有词儿，不能锤，这个什么用啊？哼！接报电话。是谁啊？是谁啊？
走开！救人！救人！在哪儿？郑凯刚在那儿啊！黄彪子，你没看到？砸上了！神鸟队郑凯已被追击队抓获，还可以扔呢。哎呀，全军覆没了，怎么办哦？导演，第一期节目就这么跑了？啊！我第一次的第一期，我跟晨哥的腿刚才互摸了一下，已经爆了。真的饱了，我再也不想吃核桃了，我恨死核桃了。今天的追击战结果也已经出来了，恭喜追击队抓住了所有神鸟队的成员，所以追击队的四位成员就可以获得我们图案系为大家提供的奖品，你们可以将一个全新的太阳神鸟图腾标记放在我们的奖品台上，你们俩吧。好，你去吧。因为你们还有一个电影，快快快快快！你要说到这个，是在4月28号的《人生路过桥》。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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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纯金的太阳神鸟标志。哇！等会儿，这只是一个噱头，在这儿。哇塞！哇，这很酷！哇，这好大！大家看到的四份奖品就是归属于我们今天的追击队四位成员。哇，挺好的啊，第一次来就有奖品，好厉害！来吧，耶！谢谢。哎呀，谢谢陈哥。其实我要哦，你也是啊，你是啊？你什么意思啊？你不是我们队的吗？我什么认识你们？什么？挺好的啊，挺好的啊。看我的脖子这个 size 吧，正好。这玩意儿。对，哎，姐，你看看这个。哎，拿走吧。这玩意儿是一半哈。还我。你说去吧，你说去。说说原因。我得说个原因，因为苏醒今天是我们全程的指南针，哦，没有他，我们根本找不到你，因为他有一个表哥，随便给他表哥发个照片，他表哥啊，定位还画一个小图，在哪儿，什么位置，什么什么，马上就发过来，贼精明，是让你把这个给表哥，是那意思吗？对，这直接给表哥，所以表哥这个属于你。今天我们沿着太阳神鸟的标记，在成都的街头奔跑。就是这个，就是它。哦，这个，远处那个啊，就是那个，我看见了。过去古蜀人把对于光明的崇拜和对活力的向往寄托在太阳神鸟上，现在的成都也把这种向往传承了下来。除了今天大家看到的城市里的神鸟标志之外，即将在成都举办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它的主场馆的穹顶就是一个巨大的太阳神鸟图案。在华夏大地上还有很多像太阳神鸟这样包含民族文化基因、折射民族精神特质的事物，它们被统称为中国文化遗产。好。哇！天哪！哇！
些事物以历史文物、历史遗迹、艺术形式等多种不同的形态存在，它们都是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痕迹。好漂亮。我们中国文化遗产也包括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说有皮影、唐卡四大名著，关于良渚的书，因为良渚是一座坐落于杭州的极具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古迹。哇哦！特别为大家介绍一下架子上陈列的稻城亚丁四绝之一的阿西土陶，它的制作技艺由藏族人民世代传承，作为承载自己民族记忆的容器，也是中国文化遗产。文化遗产，未来都是文化遗产。除此之外，还有一类年轻的中国文化遗产，比如大庆油田的第一口油井，以及鞍山钢铁厂的早期建筑，重庆的长江索道也都属于文化遗产的范畴。而所有这些中国文化遗产有一个通用的标志符号。哦，真的就是这个啊！太阳神鸟不仅是成都的标志，还是全国统一的文化遗产标志。2005年8月16日，国家文物局正式公布采用金沙太阳神鸟金饰图案，作为中国数以万计文化遗产的统一标志。只有全民树立起保护和传承的意识，文化遗产才能像太阳神鸟一样源源不断，生生不息。很好啊，中国文化遗产。恭喜你被选中参加奇幻游戏，请接受你的邀请函。希望他能通过这场游戏明白，欺瞒本身就是一种煎熬。欢迎大家来到扑克世界。在这个世界有一个以扑克牌为设计规则的游戏，此刻你们的身份都是红桃玩家。随着场上局势的变化，大家的底牌花色有可能会发生变化。哎，换他！别别别，咱俩还是坐一辆车过来的。帮你！节目更多精彩内容和花絮，登录联合独播平台优酷、腾讯视频、爱奇艺、Z 世界观看。这熟悉的感觉。4月25日晚20点来浙江卫视抖音官方号参与棋局，现在开始。出现白鹿，做什么？上抖音左滑逛商场，请国王和王后更有机会抽一分钱出游好礼，自享更多春日惊喜。分请骑士做出最终选择。策划活动围绕节目主题发起讨论，多种助力任务时空知道刚才谁撒谎了吗？我真的不能。然后你非要说我撒谎。Thank you.